看三 S 自行的 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二年的十月二十四号啊，是这个全地球都关注的中共二十大正式结束以后的第一天，也是这个新的一周的开始。肯定有网友知道，就是如果按照中共官方他的话来讲，这次中共二十大是在前天啊，是在星期六正式结束的。但是呢，在昨天星期天，这个最受关注的中共二十大，他新一届的这个政治局的常委啊，就是这个最高领袖习近平。 率领的那一共七个人，他们才正式露面。所以呢，其实这个二十大，它是在昨天才实际上结束。那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围绕这个二十大发生的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场景，大家呢肯定都看到了，也肯定呢已经是看到了很多的这种分析还有解读。所以呢，我今天呢就不详细说了啊。影片开头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视频，是发生在中国时间的昨天晚上。 比如在星期天的晚上，发生在中国的魔都大上海，是在这个上海核心的静安区，有几个女孩子拉着一条横幅，在大街上公开走，一边走呢，一边还唱那首这个很著名的共产党的国际歌啊，这是最后的斗争。那个横幅上写的字儿是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 那这几个字儿，大家应该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呢，很显然就是在响应这次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在帝都北京四通桥出现的那个抗议的事儿。当时那位勇士叫彭立发，他在四通桥上挂出来的一个大横幅，上面就写着这个“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这些个内容啊，就是不要什么，要什么，不要要。所以呢，昨天晚上在上海。 打这个横幅的那几个女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啊！因为中国的网友们肯定都知道，在中国墙里边公开这么干，非常可能会有了后果。所以呢，那几个上海的女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另外，国记得在这个今年年初曝光的中国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那个事儿，当时在上海呢也是有过几个女孩子公开站出来，在街头表达对这个事儿呢进行关注。 对铁链女进行支持，所以呢，哥哥必须再一次感慨，就上海这座城市，它真的是中国强里边文明的这种天花板城市。很多上海的女性也真的是很勇敢，了不起。这个呢是昨天晚上发生在上海的一个事儿啊。那关于这次中共二十大上在帝都北京发生的这个最具有戏剧性的场景。 就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强行带出会场，对这个场景，我今天呢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到现在为止呢，狗哥呢也不清楚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最关键的这个胡锦涛，他在当时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会场？他在当时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东西你像这些最关键的信息，狗哥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是这个比较靠谱的。 其实这个信息呢，在短时间里边，全宇宙也都很难知道啊，因为当时发生的那个状况，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只有这个胡锦涛本人、习近平、栗战书，还有那两个工作人员，还有这个坐在附近的很少的几个人，他们会知道。但是呢，这几个人呢，是绝对不会向外界去透露这些信息的，所以呢，全宇宙都很难知道当时的这个准确的情况。 即便是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在后来发了消息说，当时呢是胡锦涛身体不舒服，所以呢离开会场。但是呢，中国官媒的这些消息啊，一般来说呢，没什么人会去相信啊，完全没什么说服力。这个呢，也是中国的这种黑箱政治、秘密政治和这个新闻管制，它必然会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这种政治操作、政治决策的内幕呢会越来越黑啊，外界呢会越来越不明白，同时。 中国政府、中国官方，他们呢也会越来越没有公信力啊！他们说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呢会去相信。狗哥认为呢，胡锦涛他当时被这个强行带离会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信息呢，其实呢已经是不重要了。关键在于呢，中共二十大的结果呢，它已经是产生了，而且呢，这个结果呢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而且呢，虽然这个结果很可能是胡锦涛他不愿意看到了，但是呢。 已经是然并卵了啊，没什么用了。对这个结果，胡锦涛他即便是再不愿意看到，甚至说，即便是他再反对，也完全没什么卵用了。如果中共党内在当时真存在最后斗争的话，那这个最后的斗争呢，也失败了。那中共二十大的这个结果，大家肯定呢也都知道了。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呢，就是习近平他一统江湖，一统天下。 从昨天开始，中国共产党这个江湖里边呢，就正式不存在什么江派啊、湖派啊，什么这个上海帮团派，现在一统天下都是习派。当然，在以后中国内部呢，它还会产生分化，还会分化出这个不同的派系，这个呢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前中国最高领袖啊，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就公开讲过，说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呢，共产党内部呢也必然呢是要分这个派系的，这个呢是正常现象，这个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公开讲过的观点。但是呢，狗人认为呢，在这个未来五年、十年的这个中共党内，肯定呢都是伟大领袖习主席他一统天下啊，不会有这种明显的派系斗争。这次中国二十大的一个最突出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团派全灭。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团派呢，是被习近平是完全灭掉了。团派领袖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强行带离会场，这个呢可以看成是团派全灭的一个标志性的场景。胡锦涛被带走的时候，其他这个团派大佬，像这个坐在他旁边不远的李克强啊，还有旁边的汪洋，几乎呢是一丁点反应都没有。狗哥呢用另外一个很棒的成语来形容他们，就是呆若木鸡，宛如泥塑。 完全不敢有任何的反应。另外一位这个著名的团派大佬啊，曾经被胡锦涛指定要接班习近平的胡春华，当时他的表现呢还比较的牛叉一点。大家呢可以看到，胡春华在当时呢是两手抱在胸前。那懂一点这个心理学常识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一般来说，两手抱在胸前这个动作是在下意识表现出一种防御，是一种防守的姿态。 反映的是内心里边的这种不安全感，是感受到了危险。所以呢，这胡锦涛被带走的时候，现场那么多的人，应该是只有这个胡春华表现出了这个姿态。那这个呢就很牛叉啊！狗哥认为呢，能表现出这个小胡，他心里边呢是极度的不安全。这次二十大上，习近平对李克强、对汪洋、对胡春华这三位团派大佬的对待，很多网友呢肯定也都知道了。李克强和汪洋呢。 肯定呢是都要被裸退了啊，是完全的退休，因为他们连这个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他们被完全退休以后，以后作为这个退休老同志，如果能够这个安度晚年，被需要的时候按时呢给这个习近平呢鼓一下掌，这个呢对他们来说呢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胡春华呢是没有被裸退，但是呢，习近平这次对他的对待呢，相当于是对他进行了公开的羞辱。 因为胡春华在以前，他已经是这个中共政治局的委员，但是呢，这一次他没有留在这个政治局里边儿，他只是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地位。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公开的再一次的降级。大家呢都可以想一下啊，胡春华他曾经是这个胡锦涛指定的这个习近平或者是李克强的接班人，后来呢，先是这个接班人的地位没了，现在连政治局都进不了，那这个胡春华。 他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而且呢，这个小胡呢，他今年只有这个五十九岁。按照中共体制内以前的规矩来讲，他呢还算是这个相当相当年轻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呢，他这次二十大上遭遇的对待，狗哥呢认为可以讲呢，是一种公开的被羞辱啊，是一种公开的被折磨。所以呢，大家呢从这些二十大上的场景就可以知道，曾经的这个所谓的团派，他怎么有能力？ 去跟习近平去斗，胡锦涛被带走的时候，团派大佬们像这个李克强、像汪洋，连最起码的关切都不敢去主动表示，一个个坐在那儿呢，都是这个呆若木狗，没有任何的动作，脸上几乎呢也没有任何的表情，就这种勇气，怎么有能力去跟习近平斗，对不对？所以呢，习主席啊，在很多年前就讲过一句名言，叫“竟无一人是男儿”，那这句话。 他用来形容中共党内高层里边的状况，是不是真的也是这个非常的恰当？另外呢，狗哥又想到，在今年八月份，李克强他去深圳进行所谓的视察，当时李克强呢很理直气壮的公开讲，黄河长江不会倒流。现在再想一下，他当时讲的这句话和当时的场景，是不是就会感觉是这个很可笑？当然了，狗哥呢并不是说像李克强、像汪洋、像胡春华他们这些。 完全没有进行过这种斗争和抗争。狗哥呢，也不是说只以结果去论英雄和成败。狗哥呢，只是可以确定，如果李克强这些人他们有过这种捍卫黄河长江不会倒流的抗争的话，如果有的话，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这些抗争让中国公众和全世界的舆论知道。那这个呢，就相当于完全没有进行过抗争。在这方面。 狗哥很早之前讲过一个观点啊，当时有这个中国的网友对狗哥说，他认为中国墙里边呢，并没有那么多的红狼啊，说这个墙里边呢，其实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呢，狗哥呢就对他讲，在集权社会里边，沉默的大多数呢是没有意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就相当于完全不存在。所以呢，在狗哥看来，像李克强、像汪洋这些身居最高位的啊，传说中的比较开明的中共的高层。 他们没有表现出公开的抗争，那就相当于这个抗争呢完全不存在。这次二十大的结果呢，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面对习近平啊，李克强这些人呢，是毫无反制能力，只能是呆若木鸡、束手就擒。这个状况真的是还比不上上海的那些个女孩子。这次中共二十大以后啊，在这个习近平他一统江湖以后，未来中国会怎么样发展？ 会有怎么样的改变？长期关注国频道的网友们对这个方面呢，大家呢肯定都是这个非常明白啊。我今天呢就不详细说了。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国和香港股市的状况。今天是这个中共二十大胜利结束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海的股市是大跌了两个百分点，重新跌破了这个三千点、啊。最后时段还是有这个神秘的资金进场托市。 才没有这个导致跌的太难看。那这种神秘资金是啥？熟悉中国股市的网友们肯定都知道。香港股市今天是更惨，是跌了超过六个百分点。其中像腾讯、像阿里这些中国最牛叉的公司，股价的跌幅呢，都超过了十一个百分点。狗哥呢，自古以来都认为，就一般来说啊，钱这个东西呢，它是最聪明的，真正的市场是最敏感、最有说服力的。 大家呢可以去嘲笑有钱人的道德，但是呢，最好呢是要重视有钱人他们的智商，特别呢是有钱人他们对市场、对形势的判断能力。所以呢，这个中共二十大胜利闭幕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的股市、香港的股市都是大跌，那这个呢就能够说明很多问题。对于这个中共二十大墙里边的这个中国网友们是都不敢妄议啊，但是呢，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啊，他们呢还可以说一点点。 给大家呢分享一篇文章，标题是这个“车轮向前，一个时代结束了，就是结束了，不要总幻想它能回来”。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主要是聊这个中国经济啊，说这个今天上午，中国政府终于是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和九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显示呢，投资、消费、出口、失业率均未能达到市场预期，房地产的这个单月数据呢，也继续维持糟糕表现。 考虑到去年九月份地产已经走弱的基数效应，房地产的最新数据表现更加令人担忧。还有这个进入十月份，全国各地疫情呈此起彼伏的回升态势，这个呢势必进一步会影响到消费等经济部门。他说呢，经济啊都是名牌，但是呢很多中国人似乎未能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呢也谈到了这个今天中概股的暴跌啊，说这个如果中概股的暴跌。 会让参与其中的很多人感到刺痛。那中国房地产如今的表现呢？可以称得上是这种钝刀子割肉，可能痛感呢没那么明显，但是前景同样不妙。他说呢，很多中国人在房子上确实呢是赚过大钱，就像那个很多人前些年买腾讯、买阿里的股票，收益不菲一样。但是人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投资规律是，市场。 永远是在交易未来，狗认为呢这句话呢是非常的对。市场呢主要就是在交易未来，交易的主要呢就是对未来的预期。这位作者说呢，历史的车轮永远是滚滚向前，所以呢人只能是学会往前看，不管前路是荆棘坎坷还是阳关大道，只有往前看了才能找到正确的应对之法。一个时代结束了，它就是结束了，不要幻想着有些东西。 他能再回来，回不来的。这位、个、中国网友呢，他主要呢是谈这个中国经济啊，在中国的投资。但是呢，狗认为呢，他其实谈的也是对中国整体前景的看法，只是这方面呢不敢说的太明白。那道理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随着这个中国二十大的结束，盖棺论定，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这个改革开放时代，啊，可以说呢是正式结束了。二零一九年之前的那些个状况，短时间里边呢再也。 回不来了。但是呢，围绕这次中国二大呢，狗哥呢也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就是有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他们现在是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深入加速开倒车。特别呢，是这次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出现以后，在中国墙外边，在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有这个中国留学生是实际行动起来，张贴了很多声援这个四通桥抗议勇士、反对习近平独裁的海报标语。 啊，就是不要要不要要这些个内容，还有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在中国墙里边呢，也是贴了不少这些个内容。像昨天晚上，上海的那几个女孩子拉了横幅，也是这方面这个表示。狗必须要说呢，这个状况啊，是自古以来在中国墙里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是最近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就是围绕一个事儿，围绕一个主题，在中国人里边，特别呢是。 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里边出现这种遍地开花、去表达、公开抗议、反对中国官方的状况，这绝对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呢，这些呢，基本上都属于是这个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墙里边中国人他们自发的表达、自发的行动，跟这个所谓的海外民运和法轮功这些组织关系都不大。所以呢，狗哥认为呢，对这种状况和这个信号啊，大家呢都应该。 去重视和关注啊，这种在中国人里边啊，特别呢是在中国人年轻人里边出现的严重不满意和抗议的情绪，在以后会怎么发展？这个呢，现在呢还很难说。但是呢，我认为呢，大家呢对这个方面应该去持续关注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